好的，各位在线上收看直播的召唤师们，欢迎来到 PCS 2022春季联赛，我是主播 JR， 我是米肉的。好的，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先跟各位提到，那就是本次的赛事由 Riot 还有凯瑞行销共同主办转播，另外还有中国信托银行 Caliber 神马赞助播出，在脸书官方粉丝团以及 Low Esports 网站都能查看最新的赛事相关资讯。然后接着的话呢，就是要跟各位提到一个非常好康的东西，请说，那就是我们的中国信托英雄联盟卡。这里马上就过来了，想指定的游戏、影音、动漫售票云端储存最高10%的现金回馈，而且它有很多的面向，包含的是，你打 LOL 可以刷这一张，然后或者是你想要看剧，像什么 Disney Plus 或者是 Netflix 都有这种的优惠，然后最后像是你可能想要去听一些演唱会，演唱会的门票也有，哎呦，你也有是不是？我有一张，这么刚好，我也有一张，而且是提摩，没有，你知道，因为那卖太多了，我本来想说。我想要选色拉芬和阿里，他说不好意思，只剩下这张就是提摩蜂蜜，提摩蜂蜜。那就是因为你比较慢，因为我的两张都是会发光的，好不好？哎呀，这个速度就是给他办起来了，所以各位如果心动的话呢，就赶紧去办一下中国信托的这个卡了。那紧接着来到今天的第一场比赛了，在昨天第一天的一个赛程，我自己觉得其实 PCS 算是打得蛮激烈，而且也算是有一个好的气象吧。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一个战果。昨天第一场比赛呢，算爆冷吗？这个 DCG 这个 JTing 二队是打败了 JTing， 你自己觉得呢？肯定算是爆冷啦，因为毕竟 DCG 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来自 JTing， 不管是二队，甚至是一队。那昨天的比赛内容其实可以看到 ，DCG 他至少在目前这一季的整合，甚至在 BP 上面的选择是跟得上 Meta， 甚至他玩的东西甚至是可能比较 LEC 或 LCS 的。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好现象啦，因为可能一般的观众在看 PCS 会觉得说我们比较偏向是 LPL 或者是 LCK 的打法，但在昨天 DCG 其实就颠覆了这个 BPO。 然后后续的话呢， FAK 是打败了 IMP， 然后 MFT 是击败了 Hurricane Gaming， 然后最后压轴战则是 BYG 打赢了前冠军 PSG， 获得了最终的一个胜利。不过昨天的话呢，我特别想要提这个二三场比赛，因为二三场比赛蛮多的新队伍，然后也蛮多的新选手。那我觉得有一个好的现象是，这些新队伍他们是敢打的，因为有些人可能第一次来到职业联赛会打得有点畏手畏脚，但看起来这几支队伍是没有这样子的情形。我觉得可能都还要再适应一下，因为毕竟在过完年之后，其实这段时间啦，其实队伍跟选手他们都只有团练而已，他们并没有真正实际比赛过，所以呢，可能就是新手嘛，新来不是新手啊，新人啊，新人上来的话，总是有一些人就是打得会特别凶，可是这个可能在随着比赛可能受挫之后呢，会受到影响，就要看他们的心态会不会间接也影响到。我知道你说敢打是好事，但也不能太凶。对，因为你可能昨天遇到的对手跟你今天或者是未来遇到的对手不一样，你今天遇到一个可能会在线路上把你压制住的，你可能将来之后心态就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可能整体的打法就会跟昨天就会稍微有点不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十支队伍的战绩排名哦。第一名的话呢，应该说排在前段班的啦，是 Deep Cross Gaming、Frank Esports 还有 Mega Bank Beyond Gaming。然后另外的话还有 MFT、Meta Falcon Team。然后接着的话呢，今天首次会出战的将会是这个中信牡蛎的开壳 CTBC Flying Oyster。然后后续的话呢，则是 Hurricane Gaming、Impunity， 然后还有 PSG 以及 J Team。这目前的话呢，在后半段的队伍是还没有开张的。不过在第二天的比赛，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来拿下胜利了。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赛程，第一场比赛将会有CFO 对上是 FAK， 然后第二场比赛则是有 J Team 要来出战是 IMP， 第三场比赛则是 PSG 要来迎战 HG， 这一场比赛则是 MFT 要来出战的是 BYG。 那当然我们可能还是先把焦点拉回到今天的第一场比赛，这个中信爸爸现在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一次要直接过来的 CFO 第一次的开壳究竟会长什么样的新气象？其实他们的整体阵容啦，就是除了 Rister 之外，就是可以把它回到这个2020有点 Magic 的感觉。那其实队员在默契上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上路 Rister 应该还是在这一季 PCS 最具这个打线能力，然后最有侵略性的上路，所以我自己是蛮期待这一队的表现的。对，因为 ZOD 老师之前在 PCS 开赛之前呢，有这个开个实况嘛，他是这个大力的吹了这个 CFO 一把，那究竟会不会是第一呢？这可能不好说。我觉得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啦，第一当然也不好说嘛，对不对？因为我昨天有看一篇报道，好像有一队这个被大口一奶就奶、大口一奶就奶倒了。但我自己认为啦，就是第一周的比赛，我自己都觉得可能这个参考的性质不够客观，因为就像刚讲的，所有的队伍之前都只有团练过，你没有真正到比赛，你没有去真正测试过你这段时间的 BP 的成效怎么样，可能到第二周所有的队伍开始改善一些弱点，然后开始调整之后才会比较准确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一些关键选手以及关键的比赛 BP 哦。那当然最令人惊艳的一定就是雀巢，他拿出了这个上路巴德嘛。其实我在开赛前有稍微跟六 D 老师讨论一下，这应该跟之前很夯的上路珍娜应该是差不多的概念，差不多。但我觉得巴德是一个更不同面向的这种打法。第一个是巴德，他比珍娜厉害的点在于说他有开战能力，虽然他的保牌能力是没有来的珍娜强，但他的进攻性变得更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昨天 DCG 他们在打前期营运的时候，一样是巴德不断的往下做支援跑线，但他们是有一幕是一个瞬间搭车，然后去做一个五加二、五加三的动作，也让其实，在选择了这种上路比较偏绝食流的玩法之后，他的进攻性变得不会到太弱。那我觉得这只角色也是雀巢独有的嘛，因为他之前也是打过辅助位的。那确实 DCG 在这段休息时间啦，有找到一个属于他们很特色的东西。我相信这一只巴德之后应该也会进入到 ban list 里面，尤其是对 DCG 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等于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在红蓝方你都可能赚这一 ban。哇，如果说巴德真的要进 ban list 的话，感觉对他们的对手来讲压力会蛮大的。一定的，因为这个只有他们会玩嘛。就是目前看下来，十支队伍里面，好像你单人线能够去玩这种比较特别的英雄，就是我就是纯跑线，我不打线的，可能选手的这个并没有到那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蓝方的先发选手阵列吧。现在蓝方的呢，将会是我们的中信 Family 上的 Rest， 打野 Gemini 中的 Mission， 下路 Atlan 以及辅助的 Koala。 哇，这一队我必须说念起来特别顺，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有那种全新的选手加入，然后你在念选手介绍的时候会稍微卡住，因为你可能 ID 不熟悉。哇，这一队念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变相就说他们是老屁股，蛮老的。但我自己觉得这一队是我自己觉得蛮强的原因在于是东山跟 Rest， 就是在之前可能在 PCS 甚至更早之前 LOS 的表现，就是其实目前以这一季来说，他们的对线能力是绝对数一数二强的。那在上一季，其实东山虽然在这个台北这战队没有表现得到这么好，但这一季他的辅助跟打野又换回了奶哥跟口阿拉。因为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数据，在2020跟2021的这个夏季赛来比较的话，其实东山的数据是全面下降。没错，那这当然可能是在队伍风格上面，或者是一些可能选手默契上面影响到。那现在又回到了这两位辅野的配合，我相信东山这一季的这个数据应该是会有回稳的迹象。然后上路就更不用说了，是 Rest， 哇，这个打线真的是没有人打得赢他的情况下，搭配上一个可以自己玩的这个 PCS 鬼哥 Atlan， 哎呀，哇，这个完美契合的齿轮今天就要开始转动了，开始转了，是不是？开始转动了，没错。对，那包含的是 Rest， 其实 UD 老师有提到，在去年的 PCS， 我记得是这个所有第一队都是 PSG 的成员，只有一位不是，就是他。那他其实在各项的数据面，包含的是伤害，然后经济、CS 以及经验，
年几乎都是排名 PCS 上路前二名的。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 Frank Esports， 上路的 Kurt 打野 Holo 中的 Pretender， 下路 MN 以及辅助的 K2。 那这一队的话呢，当然就是全港班，但我自己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上来讲有点像是 PCS 拼装车的感觉，因为他们来自的四面八方的选手，来自各队，他们有 Boom， 有 PSG， 有 HKA， 还有 BJD，全部都拼在一起。但昨天因为看比赛内容来说的话，觉得他们的对线内容是比较没有太大问题。那可能比较担心的是上路位这个部分，因为他可能之前打职业的这个经历没有到那么多，然后昨天选出的角色也比较是那种偏扛的。那因为这一版本其实上路的阿卡丽跟上路的关的这个 ban 选率非常非常的高，那也要看这位选手他能不能在角色池上面去做一个补充。因为之前看他打一些越野比赛，他比较常玩的是什么钢普跟卡密尔，那这两支英雄其实在对线上面的话呢，跟阿卡丽和关又是不同等级的，所以应该这个就会考验到他。你应该对他有这个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昨天还特别去把亚洲杯翻回来看，然后他的卡密尔好像这个把贵队的发电站踢得有点惨。哦，那也没办法，那个贵队的那个打野不够厉害，那个打野不够厉害，没有办法 cover 到上路啊，每一把都让他长起来。但这也是可能，我觉得业余选手变到职业比赛之后，可能要去做的一个调整啊，因为选手的等级不同了，那你跟打野对面的打野现在是奶哥。以前对面的打野是我，哇，那个等级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哇，那是不是差的？但理性可能差不多、啊。没有差很多，差很多是不是那个伤害可是差一个位数的，你知道吗？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来到了 BP 环节了，由 CFO 出战的是 FAK， 然后这边的话是先 ban 掉了阿卡丽、赵信还有鳄鱼，那现在的话是不是红方好像必扛竭力这个 ban 吗？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对自己下路线的打线没有到那么有自信的话，就是按掉，因为竭力他并不是一支打线特别强的英雄。那如果你选择亚非利，像昨天比赛也有看到亚非利有打竭力，你都压制不住的话，那就是处理掉就好。嗯，而且感觉这支角色好像也不太适合 Atlan， 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一支打线特别强的角色，然后他也不太能够自己玩。哎呦，来了首选官，其实这我也是我昨天看 PCS 我一个比较有疑问的地方，因为其实在目前LPL 跟 LCK 虽然是在 12.2 的版本，但关其实在到 12.3 它并没有被削弱，但它的 ban 选率是非常的夸张，来到 81.5， 就是基本上五场就会看到四场的关出现，不管是在 ban 或在选的这个环节中。不过我看其实大赛区他们关的胜率虽然说选率是高的，但胜率没有到那么高，关的胜率是 45% 左右。那接着的话 FAK 这边是选择了亚非利欧大后期的一个 AD， 不过在没有凯特琳和杰利的情况下，这是不是留给 Atlan 的会是吉恩克斯之类的？这个是一个伏笔啦。看，Atlan 其实也会玩这种大 AD， 但相较玩这种大 AD 的话，更要看 CF 他今天要打出来的游戏内容是什么。因为让上路热神拿到关之后，其实奶哥是可以往下去发展的，就是上路关是一支纯粹自己玩的英雄，所以你只要让 Razer 有一个好的视野，能够抓到对方 Holo 的位置的话， Razer 就可以尽情的压线。那下路线你选择吉恩克斯也没有关系，因为奶哥这一把可能会把这个重心着重放在中下半部了。对，但是我在想会不会反而是奶哥不太熟悉，因为奶哥去年在 Magic 其实主要都是往上半部去打。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哦， Atlan 他在去年的首杀参与率是10个 AD 里面最低的，他只有 5%，那代表什么？基本 Magic 是完全不往下打，只往上打。我觉得那可能跟，因为之前上路是利凯，对，利凯其实在游戏十分钟跟游戏十五分钟的时候，中间会多赚500块，代表奶哥之前都是以靠山为主嘛。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因应着你的 BP 去打出你想要的一个效果。而且奶哥本来就是在PCS， 不管是之前或者是之前在 LNS， 其实他的表现上都是，他是一位在打营运方面非常聪明的打野，他不一定要寻求这种很积极的碰撞，他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队友，打到后期然后可以 carry 的时候。哦，不过这个时候东山本人来了吗？辛朵拉，没想到过了一年还是这次，还跟我想的一样啊！哎呀，这代表东山是可能还在藏，好不好？还在藏。这个是什么版本在动？我不动。那这里酒桶，我是觉得，虽然他可以去做一个上野错位啊，但如果真的错到上路遇到关的话，蛮难受的。我看现在其实大部分可能 PCS 的上路在看到，如果亮可能关啊，或者是泰达之类的，好像候选酒桶的胜位被摆蛮高的。那这里就开始进入第二轮 BP， 我先 ban 一个贪啃期，我这里 ban 的是蛮针对的，就是不要让 Koala 有任何能够保住 Atlan 的角色，因为自己已经抢了 stage， 再 ban 掉一只贪啃期。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真的要去保吉英科斯，是不是软辅要出来呢？像露露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把奶哥就是都往下打的话，选择纳蒂伍斯或雷欧娜这种能够开战去做一个配件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要保护。特别保护 AD 啊，对，而且我觉得如果选软辅的话，会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开战，对，没有开战，没有开战，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把选择弹辅还是好一点。这边ban掉了阿里，在这次的话全新改版，其实在开赛前又跟 ZOD 老师稍微讨论 ，ZOD 老师是觉得这支其实应该在这个版本会蛮强，蛮强的，因为就是他整体的技能组让他在比赛场上会来的更弹性一点，就是你要玩这种输出流派的或者是控制流派都可以，重点是他在推线上会有一个蛮强的优势。然后接着的话是维克特的登场，哇，右边好后期哦。他们已经选了两个大发育，基本上就是两个发育，然后其他人都是在补控制，然后补保护的。但有配个坦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你选两个发育，然后上路再补个什么钢普或杰西，也是要吃资源的角色。这场其实 Kurt 可能是要稍微牺牲一下。果然这里就选了一个开战的雷欧娜，那这样子的话打野位，哇，选择李欣。其实李欣这支角色在 LPL 跟 LCK 赛区的 ban 选率超级的高，但其实昨天在 PCS 也相对低了一点，而且发挥上好像都没有到太好。胜率也不错，李欣在就是各大赛区的胜率有到 54%， 但维尔哥的胜率很低， 39%。哇，重点是右边是全部都在农农夫大队，连打野都在农哇，我觉得是看完 BP 环节之后应该。我自己会有蛮高几率把票投到 CFO 这边，主要是因为我蛮看好中野的一个对抗系，基本上 CFO 在前期是无敌的，然后后面的话又可以顺利的交棒给到吉英科斯还有关的手上。我自己也会投给 CFO， 那原因也跟 JR 差不多，就是在前面的小碰撞啦，这个中野真的是没有办法对的，包括线上，Mission 的打线实力还是在的，所以中路的维哥都会过得非常非常难受，渐渐也会影响到比较偏野核要刷的威尔哥，可能在刷野的时候，对方的李欣可能会搭配着一个信徒要走进来限制。那拖到后期呢，虽然右边的后期角，非常的多，但真的不要太小看关在这版的实力，关在这个版本是非常非常 counter 这种射手跟大法师的，所以这把的上路的对线是关对上酒桶，我自己觉得，瑞斯应该是可以把 Kurt 压制的非常非常惨，然后在后期又达到一个 carry 的效果。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破解可能东山在打线上面的问题，去年的东山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可能他压线压的不够多，而是他被手杀他被抓的几率真的是太高了，就是他的防 gank 意识太弱了。对，但如果打野换成奶哥的情况下，我是觉得这个情况可以改善，当然不是在说哈娜不好，但就是两个打野的这个风格不同。而且这里可以再提到一个点，我觉得 FAK 他这个阵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只能打团。那如果今天上路的关真的长得太肥，他同时兼具了我打团不弱，我分推又无敌的情况下 ，CFO 他赢游戏的方式又更多了。那 FAK 如果一直一心求战，但求不到战的话，就会慢慢的被掐死。对，而且如果要打一些前期物件的碰撞的话，我们就先看三支维克特，然后维尔哥还有亚菲利欧，这三支基本上前八分钟、前十分钟是基本没有太多碰撞能力。是的，就只能浓嘛。而且其实论开战来说啦，就是 FAK 也很仰赖酒桶的开战，但只要 CFO 在左右两边的视野做好，让酒桶只能在正面去做一个开战的话，其实这个开战能力也是有限的。对，那再回到我们刚刚提到东山的那个点啊，就是东山他之前的防gank意识是比较低的嘛。那这场比赛的话，如果想要就是仿效去年的方法去抓东山的话，但是你单看维尔哥还有维克特这两只英雄，他们两个要抓死一个星朵的话，我觉得都偏难。除非东山被立场定住。那很夸张，那很夸张，很夸张。对，这真的很难抓，就是你只能浓嘛。那你浓着，你。FAK 你就浓着浓着，那一旦你的线开始被推，你的地图就完全被限制住了。因为包括下路线也是，因为昨天开台也有提到，就是吉英克斯在前面对上亚菲利欧的话，其实通常线权都是吉英克斯的，那代表着 Koala 他是具备着一个跑线的这个优先的优势，那也会间接的影响到中野，那这个影响性就很大了。而且现在的上路，因为在前面的14分钟是不能 TP 眼睛跟这个小兵的嘛，代表说。上路的 Kurt 他今天如果被压的话，他在支援队友面，他也只能偏向打 cover， 他不能像以前可能 DFN 的上路有没有，就是
我玩个乌尔加特，我被压半天没关系，我一个 TP 下去拿一个三颗头就结束。但现在已经不会有这种画面了。嗯哼，那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在于今天的下半部了，这 Atlan 究竟能够打出怎么样的一个输出？因为其实，在之前看 6D 老师可能自己开台分析的时候，你会觉得就 Atlan 他玩一些自己能玩像镜啊，或者是伊泽瑞尔之类的角色，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这其实也算是比较符合 Atlan 他之前的形态的。可能是对队伍给他的定位啦。那当然，其实 Atlan 他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呢，有没有加强自己玩这种大 carry 的，不管是站位或者是操作，突飞猛进，对，有可能呢、啊，因为进步空间算大嘛。走位怪物不是叫假的，对，这场可能要变成走 A 怪物，他如果要成长的话，哇，这边一开始就抓到了算是对方的习惯，就直接扫掉了这根眼，其实是差蛮多的。嗯，一开始的视野，这里就是，其实一开始现在啦，就是你可以看到 CFO 的人为什么敢这样踩，就是仗着我就是比你强。我就是敢这样踩进来，然后视野面上我可以尽量的去压缩你的对方的视野，然后在抓打野位的情况下 ，CFO 只要一开始抓到维尔哥的话，你前面的中野就会非常好动了。对，这场比赛的话 ，Rist 他也是带上了点燃，然后丢了一根眼，那基本上维尔哥前面的位置是一定会被抓到的，那这样子奶哥能做的尝试就非常多。昨天的话，在 FAK 这里，他们的 Pretender 也是选择了维克特。这是他第二场维克特的登板，没错。昨天玩的其实还蛮好的，他感觉蛮有余裕的。就是我看他昨天还秀了一下韦泽，就韦泽想要硬盖他，然后他按完技能之后还给他个表情，还给他个倒赞。因为这位选手是从 PSG 算是租借过去的嘛，之前有先问过就是 PSG 的人，就是其实他在韩服的分数一直都非常非常高，而且他就是 man 这种大法师类型的这个玩家。500分嘛，我记得。对，那这里就哇卡在这个位置很难受啊，因为瑟雷斯一开始就把眼睛擦掉了，所以这边可能前面在推荐上你可以看到金克斯，他现在就是可以直接往前推了。对，那接着的话就是可以稍微来谈一下下半部 MN 的部分。中路的面临到一个大难题哦，韩服四五百分，但面对到曾经是什么韩服千分的男人，哇，这个 Q 打中了。但是韩服千分的男人好像去年的表现不是很优。这个就分数是参考。哇，这个扭掉了。那这样子就可以反打一套，而且这边其实维克特带的是艾莉啦，其实在换血上面是可以去多做尝试的。维克特主要要先弄到他升级之后吧，升级一啦。对，升级之后那个推线会比较舒服一点。对，那这里 Horror 其实是往下刷的，那也会考验到 CFO 他们下路的对线意识。但可以看到这边 Atler 已经放了一根河道眼了，所以这边Horror 要去做这个 gank 的难度也会有点高。那就看会不会走正面，让 K2 去做一个闪刷接灯笼啦。以目前的态势来讲，奶哥应该是玩得很舒服，因为 CFO 他们的线路是三线推，这样等一下的话，可能那个石像会变得岌岌可危嘛，因为关已经去放了一根眼。对对，但这样但重点还是都知道 Holo 的刷野路线，那这样就是看 CFO 下路线，有没有要去 cover 这个河蟹，他们是可以靠过去的。哇，这里又推空，像威尔哥来喽。真的要 gank 东山吗？但理性其实在侧边 cover， 这个真的没那么好 gank，因为其实中路的维克特已经很残了。来了。魔量其实快没了，东山魔量不是很健康。闪现也是换闪，换掉一个辛朵拉闪现，让他不要太嚣张。这里奶哥可能要帮忙出来推一下。踢到了虎啸龙吟，踢进塔下，逼出闪现，盾出来，再摸回队友身边。哎呀，可惜了，东山这个画面带到了三个推都没有中。哇，但这个奶哥的心机很重其实正常来说，打野出来帮忙把这波线带掉的话，其实就好了。但这边奶哥是很凶的，想拼杀。哇，这一次命中了，看起来手杀是准备要拿下吗？差了一点，但这边还是由 Gemini 拿下 First Blood。哇，这就像刚提的下路线，吉英克斯打亚非右线推进之后，这边口亚的跑线先是给到中路压力，然后这里又抓到 Holo 想要往下打这个预制者的动机，直接拿了一个手杀。哇，这里妈吉二老的合作，现在应该可以说是三老了，老就把东山再算进，我就把它加进去是不是。对，再算进来。上半部的话，这 Kurt 突然在自己队上的下半部有点崩啊。对，这里是放根眼插，哇，插眼看到的瞬间就马上出钩了。那这里其实 K2 他支援过来的位置，就是已经是完全慢了 Koala 非常多拍。以 Holo 的角度而言的话，因为他这场比赛是选了维尔哥比较偏发育，然后打伤害的角色嘛。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我对 Holo 的印象会比较希望他玩 gank 型的角色。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波夹子，太阳圣剑接夹子，想要直接硬打了。不过 MA 看起来直接死掉了吗？拉了一个灯笼，但奶哥又过来了，一个秀秀逼出闪现，在这边的话插一下弩弓，
只是要带走吗？但是一个钩子 K 都是救出了 M 的性命，但虎啸龙鳞自己要捐躯，定在塔下一个月影撞炮。哎呦 ，Atlan 闪现过去 ，Pop 起自己狂暴的被动。你说实在的，我怀疑一开始有人在扣招啦。Atlan 其实有闪，但他没有第一时间就交，所以被 NN 跟 K2 拉到一个比较远的位置，但。还好后面的结果是好的，还是收到了这两颗头，甚至这波线其实 NN 应该也都是会全漏的。本来看那个位置，以为那个亚菲利欧是死定，我觉得他第一开会死，但NN 那刚刚的那波操作还蛮细腻的，他是看到夹子丢出来的时候，他是往前走了一点点，所以好像刚只有 K2 踩到夹子，那第一时间 Atlan 没有去补闪现去抓这个闪现这个普攻的距离，所以追了那么远，只有换到奶壳一个头，但。得说这一波的配合 ，CF 打得非常好，推到了，但这次 Holo 过来了，往前砸，超没有解放，单杀 Solo Kill 东山回来，不过自己也要被换掉哦，这波血已经血赚了，因为这个单杀你看到一次，你就可能会看到第二次。我上次看到东山单杀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2020年哦，2020年差不多。那你还记得，还是蛮了不起的。我现在对东山的画面都是去年。我对东山的画面是那个勒布朗踏出去，然后有一个加里欧。哦，有一个加里欧的被顶起来。对，被顶起来。对啊，在这里换了一套。下半部的话 ，Man 刚刚也是有拿到一颗的人头。这里 FAK 可能就得尝试的把节奏再夹得更后面一点，因为其实可以看到上路这个部分 ，Rez 其实他 CS 是领先，甚至他现在都还没回过家，因为在打。关在对上这个酒桶是完全零压力的，根本就不用怕。那中路又打出一个单杀的这个优势，那下路线也有一些小领先，所以现在的节奏完全是在 CFO 身上。那 FAK 这个三核发育的阵容就直接哦来喽，来了，这里是 FAK 的进攻，往前丢了一个夹子，是攻到了对方的一个吉因克斯，先把 Atlan 给秒掉 ，M 拿下的人头，接着继续进攻 Koala 没有踩到夹子，但是已经变成红白了 ，M 开始继续追击，影分身的手里剑，最后的一个破心斩斩倒了 Koala。哦，这个 FAK 这个 gank 设局很久了，因为其实已经有人是站到了CFO 的第一个草。那在 Atlan 在吃兵的那个位置，因为上一波已经掉了双招的情况下 ，FAK 是忍了很久，然后确保拿到这两颗吉他才出来。感觉 CFO 是没有意料到的。那没错，因为刚这一波应该是 CFO 想要去控龙的一波节奏了，所以奶哥跟 Koala 是比较靠站在河道那边。哇！又推到，哇，这压力很大呀。我们东山前面是在找手感，现在画面带到他就推到，他的吃兵数也慢慢的拉起来。对，而且他是直接出了法穿鞋。但我觉得对于 FAK 来讲的好消息是，他们的人头都掉在了对的人的身上，一个威尔哥，然后一个亚菲利欧嘛。那 Gemini 的话也仗着自己可能前面两颗的人头开始来吃这个科技飞龙。这个龙对于 FAK 放掉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那利用对方在吃龙这个时间点，看能不能去对上半部的预示者做一些压力，因为他们是一个蛮发育的阵容，所以如果拿到预示者加速发育是差很多的。K2 勾到，然后续了一个 W 技能，但是刷并没有中。哎呀，这个刷没有把奶哥刷下来，刷下来就死了，可惜了。这里是逃出升天。其实正常来说，这个可能奶哥已经死了啦，因为他是被勾到的情况下，奶哥又没有闪现，他只能用盾眼的方式跑。但这边 K2 比较可惜，没有把他刷下来。不过又要尝试来针对东山吗？但东山的闪现刚好差一点好哎。这里是抓着可能职业选手闪现好前几秒的一个心理战。不过这边的话，东山也是 CD 完毕 ，K2 的话也开跑了。在亚菲利又拿下两颗头之后，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扭转一下下半部的对线。至少下路线对线起来会舒服很多。然后这边威尔哥就是照着他一开始想要打的，就是保护中下的发育为主，所以上路线就是看克德他能扛多久就扛多久。但这个问题可能会在于克德一直被压线的情况下，奶哥就会有一个比较好去动预示者的机会，因为包括中路的东山也是一直在推这个维克特的线的。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奶哥就是先确定里面的眼位之后，然后直接吃，因为这也是 FAK 只能放掉的一个蛮大的问题。那至少目前现在 FAK 三层的这个外塔都是还是满的，所以这个预示者要中掉守塔的难度是比较高的。以 FAK 的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到25分钟的物件是不是都要放掉？25分钟吗？还是会太久？至少。第三条龙可以考虑打打看，我就看我们今天打交换的嘛，就是如果说第二条预示者出的时候刚好有小龙的话，看能不能去想办法把小龙给换下来。但如果是 CFO 应该高区域是直接去拿小龙啦，因为第二个预示者本身他的在地图上面给的压力就没有到那么的大，你要赚到的金钱也是会比较有限的。哦，这里看到东山有闪，魔量不是很高，不过也没事。让蓝失败太久了，两个人没有一起配合了。
之前什么东山已经是哈娜的形状了，他要、哦、哈娜的形状吗？他要重新找回奶哥的样子。哦，还是因为以前哈娜不会让懒，不是那个角度，不是那个角度，这可能两个人拉的角度不太一样。你要说清楚啊！对，我跟哈娜那么的麻吉。没问题的。这哈娜昨天已经，我有看那个 DCG 他们影片 PO 的那个图啊，这哈娜就是主角啊。哦，在把变成绿巨人那边摔来摔去的，把对面摔爆了，是不是？那这边就是你可以看到维尔哥这边可能刷完这个六鸟石像，又是回家继续靠着下半部打，就是纯打 cover， 因为下半部已经有把一些优势给劣势给打了回来。那上半部目前克德扛的也还不错了，但他现在要防的就是被塔杀，因为东山可能会游走上来，然后搭配着打野有预示者的这个理性，就是现在对于克德来说是一个蛮大的风险。看这里东山已经在动了，但我记得以前的东山好像是接近从未游走，不过现在的话要来开跑了。这里要直接来夹上，不过威尔哥也在上半部、哦、看到了，而且还有预示者、哦。对，哇，这里要我、哦，但这个酒桶没有魔哎、欸。赶紧清兵，赶紧清兵，但好像清不太掉啊。先拿了一层护甲、嗯，三个人就在后面。赚钱就好，赚钱就好，因为其实已经抓到 Holo 位置了。这里 CFO 真的要硬杀，风险有点大，所以他们这边就是先给对方压力。就像刚讲的，我中推上推，然后打野有预示者。现在对于克特来说，就是这个塔能顶多久就顶多久。那对于 FAK， 他是的确可以打交换的，就是 Holo 直接往下半部靠，然后让亚非利欧看能多赚下路的多少优势就是多少优势。他就是跟你警告一下，东山往上走就跟你说，哎、欸，那个下半部之前是我的队友啊，上半部之前也是我的队友，哦、但我都是我前队友。我得说 Holo 刚刚回家的那个位置还不错，就是他刚好在那个路口回家，他也不会被抓到，而且刚好那个时间点又看到哎、欸、对方往上走，因为如果他在那个时间点没看到对方往上走，已经先回家的话，那这个 上路的三加一一定成立，那上塔可能就掉了。对 ，Holo 其实去年待在 Boom 的话，表现是比 Alex 在更为稳定，而且其实是有把 Boom 带到季后赛的，而且甚至我记得例行赛好像还第四还第五。哦，这边我可以看到 Holo 打得很保守哎，就是完全不打。其实他已经蹲到奶哥了，但这边就是稳稳的，就是我能够不开就尽量不开。但这算不算是就是玩维尔哥的一个需要忍住的心态？不太能够主动碰。其实这里如果是纯粹的三打三的话，是可以考虑打打看的啦。哦，但往前一勾，关键还是怕对方中路先靠吧。等的是这个机会，逼出了 Koala 闪现。果然是有经验的选手啊，因为可以看到 NN 这波是愿与重炮，他如果知道那个补光被定住，可能就没有交闪的机会，所以他第一时间就交了。这个以我多一年的经验，这里被定住必死。啊，必死，对。那还是赶紧交一下啦。这个龙看一下 FAK， 因为他的下路线是可以有一个推线的这个机会的。那奶哥这边也可以去做一个交换，这个龙给 FAK， 那我去上路丢这个预示，因为上路剩三层塔前，那看来奶哥确实要这么做。那克德这边有没有这个防 gank 的意识呢？因为东山也消失在地图中了。东山继续的给压力，然后维克特的话目前是一件水星靴。哇，不过这里的话，如果能被 FAK 换掉这条地龙，算是蛮不错的，我自己觉得。哎，不错，你等于说你游戏时间多拖五分钟嘛？但重点是上路这个酒桶就不能死，因为你多死的话，你就是加速 Raze 的发育，因为这个上路的守塔基本上是掉定了。哦，他这里卡这个兵线，奶哥还在很贪心的吃红哎。但镜像位置 CFO 是没有做到事情的、哦，比较难，因为他们这边打野在动龙，那下半部真的要去做一个塔杀，难度也比较高。哇，克德的血量有点低啊，这个真的被杀就很亏了。要来做事了，先把人，但是兵都清掉了。对，但这个还有一个预示者，哇，这波兵好过来，有没有人来救一下？要 TP 走了，没有人可以断，奶哥他应该来不及了。对，那这样还是拿到这个守塔了，但这也像刚提到的，就是。克德这边他想要再多摊，就是再把这波兵清掉，但对方毕竟还是有预示者，所以这个守塔掉的情况之下，你还掉了这个 TP， 而且这里刚好快到游戏的时间14分钟，所以等一下在地图的另一半边 ，FAK 的亚非利欧跟维克特压力会非常大，因为酒桶可能是不会到的，但关有可能会到。对，不过在下半部的话，好险刚刚是 FAK 他们有把小龙给清掉，所以。短时间如果要在下半部爆发团战的话，除非是 CFO 他们主动发起塔杀、嗯。现在其实对于 CFO 他们的确有这个机会，因为他们就是多一个人。不管怎么样，而且这个关的发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他基本上是分钟数乘十的 CS 的成长，所以他们现在真的要打到团的话，多一个人，而且开战有雷欧娜，其实也是很好开的。对，其实现在主要的领先应该就是建立在关的身，关还有东山的身上。
然后接着的话，2000块握在的是 CFO 的手中 ，K2 尝试一勾，勾到了 Koala， 然后飞过去，但直接吃到了虎啸龙吟，接着有一个日轮上方定住两人，这里是12秒，再来一个一踹二，这边的火箭也是下来，但 Holo 的话准备要吃到秀秀，这边直接跟过去一个摸眼硬打 ，Holo 血量有点危急 ，M 想要帮忙，但自己的打野已经惨遭倒地。哇，这个亚菲利欧能活吗？因为关已经在后面喽，要可能要直接亮 recall 哎，但是冰其实已经进塔，对，这里要亮 recall。赶快回，赶快回，赶快回！这里再不回就要倒了。但这一波其实 FK 打的有点奇怪，因为就像刚讲的，他们现在就是少一个 TP。他们这波的主动进攻是以抓到对方的位置，想要去做一个主动的进攻的态势。但有一个问题，他这样主动开，但 NN 根本就没有来，然后中路的维克特也过不来，所以他们是光靠 Holo 跟 K2 两个人伤害想要抓掉。欸、前期就非常硬的雷欧娜是有点太硬要了，所以也导致了被反打。而且欧弟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刚刚不是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上半部用掉 TP 了吗？啊，就算打起来，其实这一波 CFO 他们也是会有一个 TP 的、欸就是他们就是 FAK 一定少人，那在少人的情况下，他们要主动开战，但他们一开始的人又都还没踩到点，站到位，所以这波打起来就有点怪，有点。好像看到机会就打，但并没有想到太多这个后续的问题。嗯，这波对 FAK 有点可惜，因为亚菲利欧这波根本就没靠。那而且他们跟 Aten 打得很爽，他们开到的是雷欧娜。你看雷欧娜吃完这两个人的伤害之后，这血量超级健康。Aten 虽然被打残，但他的大炮还是有发挥一定的效果。原来 M 刚没靠，是他想要秀 Aten， 就差了一点点，差一下普攻。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Gemini 是拿第二条的第二个御史者，第二个御史者，哎，我就一回来单杀了、欸、，Rest 已经出关了吗？哦、这个是蹲到他吗？因为其实这波 NN 好像是有狂风加闪现的，但还是被单杀嘞。嗯，他狂风刚刚不知道秀 MA 那个时候秀掉 CD 好了，这个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那个 replay。但毕竟也交闪了，那这样中塔也要破了。哇，那这样子其实对于瑞士来说很酸，因为其实他第一波 TP 下来是没有做到事情的啦，就什么都没拿到，就只是推个塔的血量而已。但能拿到这个单杀就差很多了。节奏开始慢慢展开喽，然后接着的话下半比再推一个勾勾到，想要直接控奶哥，奶哥要死了吗？交出了闪现，没死吗？残血没到。然后接着的话是轮到基因克斯的时间了，直接开跑，然后东山直接推到两人，再一个超能解放，解放就能吐。哇，这里是勾到奶哥，但又是那个问题，他们的伤害不够。奶哥是最后残血逃脱之后，这时候 CFO 其他的队员帮他收到一颗头，然后凯旋，然后结果奶哥回来了，他又满血嘞，他又满血嘞。哇，这不止他亮问号，我也问号，你怎么在这里？我们现在看这波的单杀，哇，这个 NN 想要推塔就有点过分了，这个关的发育这么的好哎，哇，直接被剪烂、他想要闪回队友的身边。但没有办法。但中路这波打完，其实整个风向已经一面倒偏向了蓝方这边，经济已经差到快10000了。哇！但我必须要说，刚刚那一波 FAK 勾到，其实真的 so close 了，就差了一点点。哎、欸，就差大概不到100滴吧。对。但就是阵容问题，伤害就是不够，而且前面被压制的这么惨，那后续几个关键，Mission 还有 Koala 的 CC 都打得非常非常的足。对，目前的话，对于 FAK 来讲，本来大概还卡在2000块左右的。差距，但现在的话一拉被拉到来到7000-8000块。哇，这里 FAK 还要打，哇，酒桶是直接 TP 绕背嘞。来看一下酒桶的位置。哇，这个很有梦想哎。我整场没玩到，就靠这个 TP， 但被抓到了。东山的意识很好哎。哇，一下来又有一个，怎么那么多人？但科特好几，赶紧回到队友的身边。那这样如果变成正面的话，可能 FAK 就不太能对了。第一个是他刚有提到，他们正面的开团能力是比较偏弱。你看 NN 这边已经要换成粤语重炮去做一个算是开战的使用，但这样的。还是一个问题，你的伤害不够，你能不能把对方秒掉是一个问题。哦，真的要打吗？真的要打哎、欸，其实这个可以放，这才第二条而已啊。看起来是铁了心了，想要控 MN， 然后这边的话，李信还拿到了水龙，然后接着的话是后期 Koala 的进场，这边的话是直接闪上去，但是已经是 CFO 的开始全面收头，奶哥拿下了 double， 搭配是东山，然后接着的话继续的追击 ，MN 还能够先给个赞，但给完赞完是自己要被揍了。这里有进化解掉狂风，哇，但伤害完全不够。二老的一个合作，想办法吸血，走位扭掉 ，MN 很想操作。CFO 的队员都已经跑了，还有人，但还有一个 TP， 这是一个百慕达三角洲，宣告的是 MN 的死刑。哇，这波我觉得真的 FAK 就真的太硬要了，真的没有一定要打，因为他们中间在让掉对方让掉自己的上路的这个守塔之后呢，其实他们有一条龙的这个算是扛的机会，但他们硬要接这个龙，你可以看到这个龙右边的伤害真的非常非常低，打完团之后 CFO 人血量基本上
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那加上一个开团的一个问题嘛，你看克德这边虽然是一个伊桑啊炸到了 Aten， 但后排的队友完全跟不到伤害，反而是 Koala 跟东山两个人把伤害跟 C 打足之后，就是完全在收头了。对这边的话，我刚才看到这 Koala 可能 Race 的加入之后也学坏了 ，OKO 表情先给亮起。哇，这里好像又要死嘞，没闪现。在墙上 ，Kurt 这场比赛零三零了。哇，这个有点绝望哎，真的。三个字可怜呐、啊。那么狠是不是？那么粗暴？有点难过。那我只能说，这在 BP 环节上应该是。FAK 他们会有预料到的、啊，在对方已经手量关的情况下，他这个酒桶，一开始是有错位效果，但在选择了威尔哥之后，就变成酒桶一定要去上嘛。那到了这个游戏时间点，他就是一个打控制的怪物，但现在好像连控制都打不到，在边线已经要无限被 Rex 的教育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FAK 他们其他人的装备 ，Mman 刚好像是一件半嘛，然后不知道维克特的发育怎么样，维克特也是一件，也是。这个时间段偏没什么用，这个没办法，他前面被单杀那一次真的就差很多了，尤其是这种这个后期的战装法师，你前面对线完全没有任何的线权优势，然后包括一些小团你也没有拿到任何的算是助攻跟击杀，对于维克的叠他的算是晶片，这个速节奏太慢了。而且东山的话也是掏出了暗影之眼，看一下 FAK 现在如果要获胜的话，真的要靠可能射雷系先抓人之类的、我觉得他们要偷巴龙、他们只能偷巴龙，就是偷巴龙拖时间，因为这个边线已经炸了，就是边线一定守不住，那有巴龙的情况下边线就有机会卡，那一旦这个巴龙掉的话，边线直接开通，连打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东山现在太肥了，他基本上杀谁谁就死了吧，他现在是两件大装还有暗影之眼。哇，那现在可能是 FAK 的最终机会了，哇，完全不需要 AD 跟中路就可以把巴龙吃掉了，你看那个关多肥，偷了过来了，但直接被对方给盯上，抓到了秒杀，打野倒地，然后接着是 Rex 的追击局面开始的飞针走线，这里转头吃巴龙就好了 ，Mman 努力的输出，哇过不去啊，这里东山跟一个守门员一样啊，而且右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强力的 CC 了，所以也没办法去抓东山，哇那这个巴龙就只能拱手让人，哇现在刚刚东山那个站在前面就是 FAK 要不要打球，你当球。把对方当球在打，这个没有办法了，就是东山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了。东山已经无人能挡，真的无人能挡。我多久没有念过这一句？不是他真的太肥了，你知道吗？他现在真的太痛了，你真的是被推到，可能能够扛的就是克尔德吧，但克尔德应该扛完应该也剩三分之一。那克尔德就是队上最需要去打这个 CC 控制的人，那他没有血量根本就往前不了的情况下，你后排三个输出也完全不能进场。对，现在的经济差距已经来到了14000多块钱了。这个就，刚有提到嘛，掉巴龙其实这把就已经是差不多了，因为你等一下看可以看到那个关，那个关就是无敌。他这场已经算 CFO 相对没有玩到的，他的击杀参与率，他目前是202/3。潘总很开心啊，但关本来就是这种英雄，就是前面对线就是自己玩，然后玩到后面就是由他掌控游戏。哦，这个刷也没有中。然后接着的话，往下半部来推进。关跟这个辛朵拉都15等，好夸张！上路赢了3等，中路赢了2等。哦，开大逼进化，妹妹秒交进化，但 Rest 进来了，我也要玩游戏。这里直接盯上是对方的后排，但是前排反而直接被秒杀。哇，原本一开始是 Rest 没玩到游戏，现在是对面5个人都玩不到游戏。那个关就这样冲进去，然后也没扣什么血，然后就直接把对方最惨的人直接蒸发掉。哇，现在 FAK 他们可能。这个可能想要 AFK 啊！哦，太残忍，太残忍了，太残忍了，顶不住了。真的是没伤害耶，没伤害，没控制，连那个建设画面我们都没有办法帮他想。建设现在 Mman 是有烟火的，烟火炸5个，伤害好像也不太够。哦，关很痛啊，蒸发，再减。超能解放，但这边是一个烟火，小仙女棒，仙女棒。这个好像冲天炮耶。伤害不足啊，然后侧边的话飞进去，第二座的门牙塔也是爆炸了，这里还要冲进 FAK 的泉水里面吗？酒桶被留在了正前方，基因克斯开始疯狂的输出，这边一推直接推到了3人，把对方全部压回了温泉。我们恭喜 CFO 在首场比赛7开得胜，拿下了第一场胜利。哇，23-4的这个人头差距非常夸张，而且基本上各条线路除了 A 特人在下路那一波比较不小心之外，都是完全压着 FAK 打的。现在看下面的表情，好像这个 Mman 脸色比较凝重一点。
但其他人就是，我觉得怎么克好像被打傻了。他前面一直遭到对方的针对。哎、欸，他前面就是两个对农嘛，但这个角色就是到了关跟酒桶，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呢，你那个天平呢就是完全的倾斜，而且重点是关的那一波 TP 没有拿到东西，还后续拿到了一个 NN 的一个击杀，那个真的是哇，什么话都胜。哇，那这场比赛的话 ，CFO。这个中信 Family 拿下了胜利之后，这所有的科粉和母迷都很开心啊！确实打得非常精彩，因为这个算是他们算是这一季的第一场比赛嘛，然后就用一个非常宰自己的表现直接碾了过去。嗯，那当然这个，因为今天毕竟是 CFO 第一场比赛嘛，我有特别准备了一些东西。哦，这么偏心哦？没有，因为刚好有。哦，刚好有，刚好有。对，这个之前去台湾大赛的时候他送的，因为我觉得其实 CFO 他们的社群也蛮用心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包含的是可能中信特工啊，或者中信兄弟的成员，他们都有拍影片，哦、对对对，然后去帮可能选手们稍微介绍一下。新进的算是小老弟加油。嗯哼，那对于 FAK 的话，就是稍微可惜，不过因为 FAK 他们昨天已经是有拿下一场胜利，目前是一胜一败的战绩。对，那这里我觉得可以回到 BP 面上啦，因为刚刚前面一开始就有提到这一12.2 跟12.3，我觉得关在比赛场上的定位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而且你可以看到中信他在第一边就 ban 掉了关可能比较不好打的阿卡丽，所以他首选关的价值就完全体现出来。那 FAK 并没有去选一些可以在线上压制关的，像凯能啊、杰西这种英雄，反而就选了一个比较偏扛的酒桶，那确实在游戏的最后面受到了处罚。那当然关键啦，还是要给东山的这个辛朵拉一个尊重，因为可以看到东山他也是第三拳就亮出来，然后右边拿了一个维科特，觉得自己扛得住，但确实都已经在线上被直接线杀了，就这个可能是 FAK 之后第二轮遇到 CFO 要去特别思考的地方，也是其他队伍遇到 CFO 之后哇要 BP 要怎么去着手也会变得比较困难。但我觉得对于 FAK 可能他们要调整的可能会要先从 BP 上面开始调整。其实他这个 BP 就蛮 LCK 的，就是我就是农拖后，但你这个农跟拖后的前提是建立在你的每一波进攻，就是你可能，你可以一场只有两三次进攻机会，但你的把握程度要够高。但你会发现，他们只有唯一下路抓到 Aten 那一波是成功的。那包括有一波从龙池上来要抓 Koala 这个举动，那一波就直接让他们节奏爆炸了。对，那这场比赛的话，当然最后是由 CFO 拿下的胜利。以第一场比赛的开局来讲，其实前面 FAK 我们扣掉中路的话，他们的对线是有 hold 住，然后在前面其实也有打一个还蛮漂亮的击杀，但后续的话，我觉得就是那一波关键打野和辅助想要去抓是抓 Koala 嘛，然后那波没有 all in 死，然后突然那个经济就崩了。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两队都是照着他们的 BP 的时间轴去进行这场游戏，但比较重点还是在于上路的守塔被推掉，这个是有点完全挡不住的，因为这也是可能在整个 FAK 他BP 的阵容下会形成的一个结果。他 Horror 这个维尔哥他一定要去 cover 已经在刚刚拿到两颗头的这个亚非利欧了，但相反的你上路就会被牺牲掉。那也像刚刚讲到的那14分钟的 TP， 我记得上路的酒桶他是大概13分49秒吧，对，把 TP 用掉，所以那个 TP 差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关键。那也是因为那个 TP 差让关可以 TP 下去支援到那一波，然后再拿到一颗头，我觉得整体就 FAK 在这方面可能时间轴上面都得再更适应一下这个 TP 使用的版本才对。对，而且听起来感觉跟沟通也有蛮大的关系，就可能你在没有 TP 的时候，你应该要提醒你的队友说这一波不应该去打之类的。我是觉得我会往前推，就是你不应该在那里然后缴那个 TP 跑掉，你应该第一时间哦，你说那个 TP 要扣，就当 Horror 在往下靠的时候，然后你们确定是要在打地图的下半部的时候，你就是找机会直接回家，那个守塔就当作不要了。但他是我刚看小地图的画面，他是想再走出来清一波兵，然后看那个守塔可不可以撑久一点。但因为这个贪心的举动，导致守塔没了，然后他 TP 也没了，那后续的效应就会滚得比较大一点。他那时候走得掉吗？因为虽然说他把兵清掉，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在小地图呈现，他是躲在草里，他其实可以直接亮 recall， 但他突然冲出来要吃那一波兵，但奶哥跟瑞泽是不管他，我就丢预示者，等预示者撞到塔之后再给对方更大的压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伤害结算。金克是打出了最高输出，然后这场比赛 CFO 是没有落后过的。小龙的话拿下了三条的小龙，但我在想的是 FAK 他们第三条小龙有没有必要急着去打？这可能也是可以去探讨的。我觉得一定不打，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是
就是按一下 tab 嘛，你已经输那么多了，那你是一个发育症，你已经没有任何节奏的时候，就是只能在等对方失误。那你一个5 v 5想要去做一个看团本身就很难，而且那一波我记得是酒桶他一个绕背 TP 是有被东山的算是意识给抓到，他没有一个可以把对方后排炸到前面的机会的情况下再去硬接那一波团就有点太硬要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 MVP。应该奶哥吧，最后给到了奶哥的身上。这一把绝对是奶哥，哎，虽然中上的表现都不错，但奶哥还确确实实的把这把节奏带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对，这场比赛的李昕在各路都发起了 gank， 然后整体的一个伤害是 18.2%， 然后在击杀参与率的话也大概来到了 70% 左右。KDA 719战机其实也算是完全压过了对方的 Holo， 但也必须要说，这应该也是 CFO 他们 BP 所带给奶哥的一个优势吧。前面就讲了，他三线推奶哥会很好玩。哎，我觉得也是，当然是奶哥的意识就很好，他很知道在打交换的时候怎样的选择对队伍是最好的，该放龙的时候就放龙，然后能够去偷物件的时候就偷。那该靠哪一路的这种在任何的时间轴上做的判断，在这一场都是非常正确的。好的，那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就是第二场比赛喽。